赵薇藏了多年的儿子钟曝光，长这个样子，难怪赵薇至今没公开。我们对于赵薇的最初印象，肯定是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小燕子。她在出演《还珠格格》后一炮而红，而且成就并又没限制在拍戏、在电影、电视剧、唱歌、导演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不错的成就。特别在嫁给黄有龙后，人生就跟开挂一样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，更是被称为女版巴菲特。其实黄有龙在跟赵薇结婚前就已经离过一次婚，并且还留下了一个儿子，如今儿子也是19岁的壮实小伙子了。而这个儿子却一直都没有曝光过，网上也是找不到一丝关于儿子的消息。其实赵薇与黄龙有结婚前已经知道有这个儿子的存在，他对此也表示能够接受。这个儿子长期都是在新加坡居住。从赵薇微博晒出的照片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小时候还是挺像黄有龙的。在之前黄有龙也透露过，儿子非常喜欢看《还珠格格》，特别是里面小燕子这个角色，看了有14以上。这样看来，儿子是能够完全接受赵薇当他的继母。虽然赵薇并没有提及关于儿子的任何事，但的确是对儿子宠爱有加，简直就是自己亲生孩子。在两个人的微博上，经常能看到一些旅游的照片，在背景上都非常相似。并且这儿子已经叫赵薇妈妈了，看来赵薇是用她的真心换来儿子的一句心甘情愿的妈妈。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不曝光其实也是对儿子的一种保护，晒出来可能会打扰儿子的生活。小四月已经曝光，不想儿子也受到影响，被狗仔队跟踪。儿子在这个年龄正是需要专心学习的阶段，不希望他受到影响，这就是爱的表现。赵薇从来都没有晒过儿子的照片，不过与儿子在新加坡逛街还是被网友抓拍到了。虽然两人相差22岁，但看起来就像是姐弟一样，赵薇真的保养得很好，丝毫不显老。其实赵薇一直都很低调，当年嫁富豪都这么低调，如今成为富豪也是一样的低调。这种低调的个性难免让小编想起韩雪，曾经是一个拥有真美妙身材以及白皙肌肤非常火的明星。当初一首《想起》让她红遍大街小巷，如今却很少在娱乐圈露脸。赵薇曾经说过很想找个机会能够和韩雪合作。大家都知道韩雪虽然一直都有在拍戏，不过她从来不在乎片酬什么的，她只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，这么有个性的演员难怪赵薇都仰慕她。韩雪拍过的作品不少，为人低调且气质出众，备受大家的喜爱关注。而赵薇就更不用说，小燕子这个角色早早的就已经烙在观众们的心中，如今也是过上了美满的生活，简直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赢家。总结，
你喜欢赵薇吗？你认为不曝光是不是对儿子的爱？